熟女跑车玩漂移，警方派出隐形战车穷追。星期四凌晨十二点几，两架啡 Lady Set 跑车在青衣九号货柜码头回旋处玩漂移甩尾，期间发出巨响，有住客报警投诉，警方接报派出一架隐形战车到场了解。双方在青沙公路追逐近 3.8 公里，去到近南湾隧道口前面，才成功将两架熟女跑车截停。经过警方初步调查，两架熟女涉嫌非法改装，两个年龄分别23和29岁的男司机在现场坐查之后获准离开。 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